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，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，现在开始。表决结果：出席104人，赞成8人，反对60人，弃权36人，赞成者少数。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，本条不予采纳。